吃一吃可以拉到多长呢？2米。2米。你们是台湾还是中国？台湾的。台湾跟哪里的母乳？哦，在这里。这个不是硬的是吗？这可以可以。对。我们公车在三重，对，那到最附近的捷运站呢，可以在哪里卸啊？你们最近的在公车，要再转公车。哦，我知道是什么捷运站，在三重。新竹那边的话，走三重菜寮站下。啊，哪？菜寮站。菜寮站。对。施工还是？哦，不是，我这里星期啊，可能要做这个 rod 的，嗯，要大的跟小的，慢点我会找你们。好，啊、您是、啊？我是做这个 plumbing， 这个 okay, 您是不是？好，拍戏的，不是台湾，不是在台湾吗？不是，我是新加坡。我在新加坡是、啊、OK。但是是。要做生意，不是买自己用的。OK， 我的名字 John。John， 谢谢。Okay, 我的 email 电话 email 新加坡号。OK， 好。嗯，再见。OK。谢谢 John 啊，特别过来看这个秀。啊、已经超过两年没有过来了。啊、以前好像比较大，在楼下还有过一层是吗？对。现在比较少一点了。少一点了，对，这么少一点。OK， 谢谢。好，不会，谢谢您啊。你们的公司里面呢，有没有一些的 ready stock 啊？好像像这种的，这个吗？已经不存的 ，by chance 啊、没问题。我最多去你们的公司，假如适合的啊。啊哈。因为我的数量目前开始不是很大。OK， 没关系。适合的我就可以跟你订。所以说，你可以从 Klook 上面哈，先看一看 choose 你那个、okay. 想要哪一些的哈， okay. 甚至你也可以来讲话，先送个 mail 来也好， okay. 或者等等的哈。没问题，因为我时常来台北。OK， 那就没问题。对，没有来。那等于说这上面来这样可以比较快，省得你跑一趟。Okay. 你谁是 Kathleen？ Yes. Is you? Ye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等于在上就是想卖一些这个 housing 跟 bracket。Okay， 因为啊，你知道那个 GoPro camera 吗？啊哈。GoPro camera 非常贵啊，那它的 accessory 啊也是很贵的。因为我是拍戏，我已经很熟啊，跟这种的东西啊，因为他们好像他的 rod 啊，他一段啊。新加坡它卖25块，是能够接而已吗？能够在一 12 inch 上卖25块，你去接 10 piece 上已经250块。OK， 那这个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大生意来的，因为很多人很有兴趣啊。因为在外面呢，人家没有这样，那我可以特别叫你们就是看多餐的，这样自己 join。OK， 拜拜。我有很多不同的 camera， 小个，全部都是配合我的 camera 用的，就变成我的 camera accessory。OK， 黑色的你们有吗？黑色的。就是如果你的量可以的话，可以。这个我明白。对。OK， 谢谢。哦，对，在那边。OK， 拜拜。拜拜。